美股走势评论，2024年4月3日，Todd Butterfield 魏克夫 SMI，像我们预测的那样，SPY 大盘短线在涨停调整，抄底前我们预测走势会在见底一点。我们对 SPY 是看涨态度，纳斯达克 WWG 指数显示出同样的迹象。在短线，我们认为抄底前走势会先再见底一些，Tech 指标也已经从超买小幅回落了。我们对美股 BRKB 是看涨态度，Tech 指标读出41.4，接近超卖。等指标再回落一些，我们会增仓。我们认为美国国债 TLT 走势会反弹到下跌通道的供应线。关于黄金 GDX 大盘，我们认为走势是在横盘回调中，抄底前走势会先见底一些。我们对美元 UUP 是看跌态度，走势经历波动后，价格行为变弱势，我们在等待一个做空的机会。